哦，我没币了，充价值。以前我充值都是一万一万的充，现在充值一百块一百块的充。谢谢乾坤。不是，没跟你们开玩笑，提现提不出来。我们上一下免费的人气票啊，上一下免费的人气票。我是不是有点胖啊？今天前十都有人抢啊！我看看，我们继续上一下，上一下人气票，我们把那个上一下免费的人气票。点开这个黄色的爱心，然后送免费的送出来，有一个人气助力，然后把免费的一键送出，这个小时全部送出来，这个小时全部送出来，这个小时全部送出来啊！跑个前十就可以了，拿个前十就可以了。打二三十万拿个前十不太划算。哪有免费的人气票？点开左上角这个黄色的爱心，然后里面有免费的，在那个人气助力里面。谢谢一森师傅，孤音，你看一下微信，要看九分钟，对，他这个要看一下，要看几分钟的时间才能把那个粉丝团任务做满才能领。但是我都播了两小时了，你怎么才看九分钟？送一下免费的，这个又改版了，是只有今天还是以后都是这样子啊？免费的人气票有十倍，免费的有十倍耶，厉害了。
应该改成600张全免费才好。时间勾住了岁月的过往。好，我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肿了，我今天没喝咖啡，没有消水肿，每天特别肿。黑咖啡吗？嗯，在国外，嗯。噗噗又连我，他还说他家人比我多呢，他才2000人。秋天的夜已微凉，看去年年近傍晚。不错不错，送免费人气票，送到第6名。抖音应该早点改版，改成那个600张全免费，11级以上有600张免费的。人气票嘛，就是看人气嘛，要不是看谁家有条件的粉丝多。我觉得铁粉有时候半夜跑过来帮我送人气票也算铁粉，送了免费的人气票也算铁粉嘛。那平台赚什么钱？那不是还要打 PK 刷礼物的吗？这个人气票不就是看人气吗？谢谢哇塞。感谢哇塞，谢谢哇塞。这个兔子感觉变瘦了没有？它这个兔子是中秋节的兔子，中秋节的兔子它可能做月饼做瘦了吧，帮嫦娥做月饼。做苦力做瘦了。
切尘埃落地，用沉默埋葬了过去。满山风雨，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。该满的失踪气息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。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？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却换来半生回忆？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？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却换来半生回忆？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该满的失踪气息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。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要不要去换件衣服？我觉得这件衣服好暗啊，太暗了，我去换一件衣服。Thank you.
连你就来连我了，嗨，晨曦，你打 PK 时候是怎么拉票的呀？他们让我说看看你打 PK 怎么拉票。我不拉票，他们都知道我打 PK 不拉票。那他们为什么？我就是对他们让我说，他们让我试一下那个说，打榜十要拉票。对，榜十确实是。其他就不用，就打总票这个随缘看运气。嗯。昨天你直播间可热闹了是吧？粉丝过来说了。没有，昨天，对，昨天不中秋节吗？不是过节吗？哎，我好像看你前天播了好久。对，我前天播了12个小时。因为我出去了，我从家回来了，我看，哎，神奇还在。然后就问，啊，你这点你应该是找我，哇，我看看时间，不是50分，那不是打人气票。让你打 PK， 谁输谁带个猪头。好，可以。我榜一是一个主播，我也很凉。好，那我比你凉多了。还是聊天。他闭麦了吗？好，闭麦。啊，哦，你还没闭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才跟你讲话。那行，那我闭麦了啊。嗯。拉个票，努力。
下，我们众筹一下。谢谢高先生，这个眼镜戴我额头上。谢谢高先生。十七号，你谢谢十七号，稍微众筹一下吧，谢谢憨憨，感谢大家。我在大雨光里的夜晚，一个人游荡，谢谢万三。总是让我在要变冷的心，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有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，修补我脆弱的情感。你是，总是让我想要冰冷的心，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有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，修补我脆弱的情感。你总是微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你应该被呵护，被珍惜，被认真，被深爱，被捧在手掌心上，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，终于有了你的港湾。你应该更自私，更贪心，更坚持，更明白，将我的心全部霸占。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谢谢哇塞，感谢哇塞，谢谢哇塞，哇，谢谢哇塞送兔子鱼。这是一只做苦力的兔子，太瘦了。你开麦了吗？开了。我有时候没找你玩是因为我只在跟你打不起来，我打不过你。认识我干脆不想打了，干反正也是有一 PK。 不是啦，你就这你打五分钟你就摘了。好的，谢谢。那你去忙啊。等我有点好点条件时候在里跟你打。好，拜拜，我走啦。谢谢哇塞，感谢高先生，谢谢九九，感谢憨憨，谢谢十七号，感谢项羽，谢谢新兵，感谢无聊上山聊妹子，感谢一人一世界，谢谢 TYZ。 总是让我想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，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。我们要叫那个哇塞靓仔好吗？叫他靓仔。不同步，我现在嘴型口型对不上我声音吗？榜二叫靓女。
眼皮打架你就去睡觉啊。眼皮打架你就去睡觉呀。外国人也看你直播吗？看我直播都是中国人啊，有一些在国外的中国人。感谢我们家靓仔。妹妹会唱粤语歌吗？你猜。晚安九九 ，Good night，Good night。好想抽盲盒，可是我没有币。真心哥什么时候来啊？真心哥，你睡着了吗？你没睡的话，要不要进来抽盲盒给我看？晚安 ，Good night。欢迎不高兴。这个衣服比较配这个蓝色的。陈轩来连我，五级就有五级，十级都有。Hello， 我申请。嗨，来找你玩一下。嗯，那咱玩点什么？你说。输了你会不会喊夜巴黎？我不会喊夜巴黎，我会喊别的，我只会喊一首麦。行，那你输了喊个麦，然后我呢？你输了的话，你就。你就发个福袋写想一下啊。你想一下福袋写什么？写神奇是个好老铁。好行。哎，这样子吧，你也别喊麦了，那你说了一些写发一个福袋，说轩轩是个好主播，好吧。好吗？行。到处找。算了，我觉得。神奇其实喊的比我跟我差不来多，他喊麦比我还更可爱一点。I'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things I could have been, and I know you want. 今天忘忧扛起了一切，直播间有没有大哥站出来啊？太难了，今天我是个凉凉小拉拉。对面浪哥在啊，对面乘风破浪又在，哎。我再发福袋能不能发20块钱呢？发一次100，发一次100。这个惩罚福袋太难了，不如早知道我不说。谁知道我让他发福袋，他就改了惩罚。谢谢设计师。
你自己招惹的。谢陈爸爸，感谢陈爸爸，谢谢陈爸爸，感谢陈爸爸。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。感谢风。感谢大家给我众筹，谢谢设计师，谢谢晚秋。你看对面一下就过来了，他们家这个乘风破浪。让他上慢一点，我们给我们一点众筹的时间。我们现在有加成啊，十秒之后有加成时间，打不过的话我们就加成的时候多上一点，加成的时候多上一点。加成的时候多上一点，感谢陈爸爸，我们加成的时候多上一点啊，现在有1.5倍加成，感谢哇塞，谢谢爸爸，感谢大家一起帮我众筹，还有30秒的时间，还有30秒的时间，谢谢爸爸，爸爸我要给你上管理，再这么凉的时候也帮我，感谢。还有10秒，谢谢五，感谢五，谢谢五五，我也要给你上一个管理，谢谢你们在我特别难的时候来帮我。还有50秒，我们一起守个塔吧。我们用那个普通飘屏啊，用管理的普通飘屏，金色飘屏我看不见。还有30秒。吴是威哦，哦是你哦。你看那个乘风破浪，他每次一次上这么多，还有20秒，烦死我了。他们家大哥在，还有10秒，我们有没有机会逆风翻盘？没有机会啊！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陈爸爸，谢谢哇塞，感谢吴，谢谢兵哥，感谢设计师，谢谢17号，感谢勇士华玩具，谢谢风晚秋，感谢十字路口吃西瓜，感谢莫笑年少，谢谢大家。感谢大家。糖是啊，他挺，哎，烦死了。Hello， 神姐，那个我这个字会不会有点太多？福袋是不是写不上去？如果写不上去，你就随便写个精简一点的。行，我写关注轩轩吧。可以，神姐，嗯，好。乘风破浪天天打我。我刚刚用小号进去看你对面乘风破浪在，我知道完了。浪哥在，对浪哥打不赢，给你发个福袋，现在发吧。好，欢迎逍遥，欢迎。关注谁来的？关注轩轩。对，关注轩轩吧，就简单点。
五分钟的负担。不知不觉想你好几遍，我走啦。好，神奇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谢谢。这小时没人打人气票吗？我们打完了，打了个前十，用免费的人气票。福袋是惩罚吗？嗯。谢谢借我一支烟，欢迎黄哥。今天真是艰难的一天，欢迎黄哥。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谢谢黄哥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当所有一切都坚持还留在心间。
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，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轮轮换，不止一瞬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，多少人曾爱慕你面前时的容颜，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，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轮轮换，不止一瞬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，不止一瞬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今天没啥条件，跟人家打 PK 打少一点，少一点的惩罚。嗨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怎么连到我的？我在推荐里面看到，你好。我都上推荐了 ，Hello，Hello， 神奇，推荐主播给我。我们谁试谁唱首歌好不好？好，就打第一次认识，你好。嗯 ，OK， 那我们唱个歌，好，闭麦，好。今天要低调一点。谢谢设计师。你们有没有想听的歌啊？有没有想听的歌啊？愿望就是能破百，到现在我连二都不到，太难了今天。相遇一定是一种魔咒，让我甘于被你看守，记得当初你的一举一动，记得你阳光般的温柔，重逢是魔咒中的魔咒。我们众筹一下，每人送一颗小星星来助力一下，看到没有下面的这个小星星，每人点一颗，每人点一颗小星星，总票刚不过我们就用加成，一起送一下小星星。你成为我的幸运，我的出差，你是我心上所有的伤口，为了你我将充满小丑，每当我掉下眼泪的时候，每当我深情不语皱着眉头，亲亲你的感觉我说不出口，其实我最怕你飘然远走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送的保时捷一起众筹啊，现在有加成，还有40秒的期间，四十秒期间，然后我们上票是有1.5倍的，是有1.5倍的。一切患得患失为了你，所有骄傲自尊都牺牲，这样的感情。但是我绝对不会逃走，你成为我的幸运，我的阻碍。谢谢五，感谢五，谢谢五哥。好，拉票拉票，不唱。
间，今天能不能演一把？还有三十秒的时间，守个塔。感谢五，我们公屏感谢一下各位大哥，今天全都是众筹票，谢谢大家了，今天全部都是众筹票啊，感谢各位大哥的众筹，谢谢五，感谢哇塞，谢谢条子，感谢设计师，谢谢喵喵，感谢逆飞翔，谢谢项羽，感谢新兵，谢谢勇士滑玩具，谢谢如若初见，感谢大家，谢谢Hello， 嗨嗨嗨，我给你们唱首歌。我经常看你直播，我没想到你连我。我比较凉，比较凉主播。啊， okay. 这样还凉？嗯，对对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帮我众筹。好，我给你们唱一首歌。嗯，唱什么？你想听什么？要是我唱的话，真的怕唱掉你家一半人。没有没有，你最拿手的吧，最拿手的吧。好，对我们听美女唱歌，就不要听我唱了。你可以闭我麦，你唱歌，它会有回音。早就打完了，你怎么还有三十秒？我就有延迟是吗？我刚结束啊，我这里。一个下次我们可以打一些娱乐的好不好？我昨天晚上看你切土豆了。刚那惩罚。对对对，天天说。好，那我撤了，拜拜，你唱得很好听，拜拜。无法充值被拦截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充不了值吗？充不了值吗？
前，冷冷的天，冷冷的灯，照着谁？一场雨，湿了眼，你的温柔该怎么给？你可以私信我，我帮你解决这个事儿。我帮你找人帮你充，找官方的。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。今天已经打了，对，今天已经打了人气榜了。微信需要认证，我帮你介绍人，帮你充，他可以直接银行转账。不是说打三点的吗？今天人好少啊，今天太凉了，人有点少，今天破百都困难，我感觉我今天不会破不了百吧，你们觉得呢？这几天都吃饱了，也该休息一天了。谁吃饱了？不是正常的吗？正常就正常水平啊，也没有天天都饱，天天不都行吧。吃饭要吃八分饱，吃太饱容易消化不好。什么范瑞奇啥东西啊，谢谢吴，感谢吴，你不是充不了吗？今天是因为第一天嘛，放假第一天回家工作比较忙吧，大家都帅虎，你可以进来送一个灯牌。帅虎他充值限制了，他在香港，太费事了。你可以，我让人帮你充，可以直接银行转账。不过好像都是帅虎两天没来了，没有啊，他早上来过啊，早上来过啊，帅虎，帅虎再来聊天也好。靓仔呢？忘忧呢？忘
忘忧呢？哎呦，看我连个谁，太无聊了。刘小浩，我还是不连他，他刚连我没敢接，好像今天好像大家都比较凉，我发现了是吧？去连 ，OK， 你要早要腰费的话，那 你要是太拉也不好啊。迅猛龙也在，我连，反正是他连我的，对吧？我看看 ，PK 了。嗨，小浩，浩哥。哎，神奇琪姐，你连我的时候刚上，没啥条件，现在也没有。我就只能那会儿打你了，我后半宿就你播一会儿的话，我就打不过了。那个打啥？你说。你要说的话，你发个福袋。给你啊。嗯，不是，你在你直播间发。这样，谁输了谁上对面发五个红包。我没有钱。学五个动物叫唤。好，行。啊，直接闭麦吧，不用，咱不重连了，咱俩就不用那么客气了，好吧？嗯，好。那一句我没有钱，好像有点伤着我了，兄弟们。快点的，我着急打，打完下班。没骗你，我是真的。钱提不出来。显得好像我很坑，只在自己家发，你要发一个100块钱就行了。你去别人家发，你不得一个发500块钱的？尴尬死了。完了，他们肯定觉得我好抠。我们众筹一下吧，太尴尬了。保时捷的上，谢谢丽姐独立团。我们家自行车飞机呢，比他厉害。都是众筹。
娘娘不在，那我吃不到医药费了呀。那我蹭不到医药费了。那我们众筹吧。这把是收官之战，我们这把是成名之战啊！搜索一下，还有40秒。他准备下播了是吗？人气票我们今天打过了，看到我们红色灯牌没有？众筹一下，众筹一下，守个塔。谢谢哇塞，感谢我们家哇塞，谢谢七亿。他们家没偷。太好笑了。笑死我了，你也是众筹啊？心累了，地球毁灭吧，真的不想播了。我本身都要下班了，我寻思你能打我个20-30万，给我扔点医药费，我接着这2万我都不好意思要医药费，差点毁灭吧地球。啊，来吧，学吧，学动物吧，来吧，叫吧。你学啊。你不得说动物名吗？那个牛头梗。滚。说动物让你说品种了。哎，说动物就行，我让你说品种了。你说狗就完了，我能听懂。重说，记住，快点的，快点的，驴，再来一个，青蛙，这么像的吗？这个没几个人会，我告诉你。厉害，牛，大象，这个肺活量，这我只能叫一声。够不够？有没有五个？还差，继续。河马。你给我学一下，我学习一下子，我学一下子。河马是怎么叫的？我见过它漏气，但我不知道它河马的它怎么叫。就那像吧，说实话，我就使使劲，我也就能给你学了。那我换一个。那个猪吧，太像了。够了没，兄弟们？够了，我走了。好，那我撤了啊。你要下播啊？你管我呢？
你等着啊，下回 你看我打不打你啊，我撤了啊。本来想过来蹭腰费的，真的是。我本来想去蹭腰费的。他们家大哥大姐都不在，没蹭到。没有众筹。这头像好像 biu biu biu， 什么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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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唱一首歌。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机器人，你干嘛一直在对面带节奏？说什么我播了15亿？我没有15亿啊，我啥时候15亿了？等我播到退网，说不定都播不到15亿。什么时候能有15亿啊？等我有15亿的时候，15亿的是彤彤，对啊，15亿应该是彤彤吧。你不要去对面带节奏啊，机器人。注定你我没有结果，为何爱要飞蛾扑火？是被情所困，是为爱蹉跎，是善是对还是错？也许缘分注定你我只能擦肩而过，既然如此何必难过。看花谢花开，看潮起潮落，看时间悲欢离合，往事随风，我随往事漂泊，愿逃避就愿受折磨。
旧日落帽或被旧日淹没，除了回忆还剩什么？曾经也爱卿卿我我，如今孤孤单单只剩寂寞。金色飘屏看不见，阴阳天，你要办业务吗？要办业务吗？谢谢大家。感谢四亿，谢谢四亿。今天可能时长要播长一点，可能大概感觉，等一下看心情吧。睡了，明天要好的，拜拜五。那个，哇塞，怎么没有来？谢谢五，感谢五送等一号，谢谢五。晚安 ，good night。今天人好少，不要管理，没关系，我自己管理特别多，我有90个管理名额，我有90个管理名额，抖音会给就是，特别就是特别神奇的主播多一点管理。早点睡，保持状态。我这里是晚上8点，你让我怎么睡？你那里是白天吗？我这里是也是晚上8点了。3:10，我知道。机器人，你可以不要刷屏了吗？我知道了。把它禁言一天。天你在吗？艳阳天，黄哥回来了吗？艳阳天，你在不在？你要那个吗？
你要查吗？昨天没给我查，你是要查数据还是查运势？这是业务猪上场。前两天不是鸭哥，什么鸭哥？鸭哥是谁啊？谢谢五，感谢五，五你怎么回来了？谢谢我运势，我也要查运势吗？这个学习师在偷吃东西，没有偷吃东西。我这个搞业务的时候要带猪头。我你要干嘛？他应该是欢迎那个欢迎榜一回来。欢迎哇塞！今天白羊座整体运势没有什么起色，付出的努力暂时得不到回应，会容易打击你的信心。建议你继续坚持，不要轻易放弃。你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有着迷茫的情绪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才正确，没有别人告诉你，只能通过自己不断尝试，慢慢找到内心的答案。你的事业方面还是维持现状，没有什么进步的迹象。容易打击你的信心，建议好好学习新技能，努力跟上潮流的步伐。这个薛西斯，每次，上一次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有一次我被气得下播了，你跑去对面直播间带节奏，说什么打情骂俏啥的，是你说的吧？我有截图，以后你再去对面带这种乱七八糟的节奏，我就把你关小黑屋，好几次了。然后天天在直播间拆大哥，这个小号是谁？那个小号是不是谁？你这样不对，你这样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关谁？关那个薛西斯。今天说的问题解决了没？还没有，有点麻烦，我找了好几个人问。我太凶了，凶你了！欢迎大家。五，你要查什么？明天比较重要，有四个表，你要去投标还是招标？你是什么星座？五，你是什么星座？你告诉我，或者你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。神奇也不给大白送点礼，大白天天把你夸飞起来了。大白是谁啊？
家是否开心。嗯，没上飞机不准。八卦啊，不知道，你要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啊。谢谢吴，你要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啊，或者你的星座，你私信告诉我。八字不能乱说，那你把你的星座告诉我。之前还有那个黑八卦黑我说这个神奇每天就唱一些伤感情歌，装深沉装非主流啥的。我想跟他讲，不伤感的歌节奏太快了，我跟不上。伤感的歌慢一点，我能跟得上。你们跟得上拍子。你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号，哪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号？星座是看，星座是看心历的。我帮你查一下你的心历。你私信告诉我好不好？2月9号，你应该是跟我一样是水瓶座吧？你是水瓶座啊？水瓶座，你今天是情绪化比较严重的一天，很容易会因为脾气的暴躁带来破罐子破摔的情况，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，你在想事情的时候容易钻牛角尖，不由自主的就把情况想得很糟糕，导致没有耐心处理。其实很多事情只要梳理头绪，你会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难。你的事业方面，你今天容易将情绪带到工作上，总是跟着情绪走，会有意气用事的情况，导致自己犯一些小错误。你的爱情运势，今日单身的会有注定孤身的觉悟，总是会拒绝别人的好意。如果你已经有女朋友的话，你会享受被追捧的感觉。你今天的财富运势，冲动行事会容易付出钱财的代价。建议投资理财之前要三思，也不要跟风投资。自己保持独立的判断。我觉得算我还是蛮准的。我也是水瓶座，这个要看生辰八字的比较准。这首歌啊，你猜黄大仙？黄大仙不是那个黄鼠狼吗？请许我尘埃落定，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半生风雨我从海上来，再隐居在这沙漠里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。刘凡飞找我。
我没有伤过人。你说的是小年轻的，那你呢？嗨 ，Hello 神奇 ，Hello， 嗨凡飞，嗨，你在干嘛呢？你昨天太吓人了，算了不说。昨天就是刚跟你连完嘛，然后。然后我的家人就没在你家还没回来的嘛，然后就都没回来了，就在那看。然后过了大概很久很久回来说，哎，我们刚刚看了表演，好漂亮。什么表演？就你跟我连完之后，是你们家说来了30、60级的大哥，然后华子和那个。昨天不是中秋节吗？大家一起回来过节。然后我当时瑟瑟发抖，我说：“哦，还好是我们那边吗？”我小时棒人气已经打过了，打过了。你说怎么玩？你刚刚是有个猪头吗？没有啊，我刚刚在跟他们聊天，戴猪头。聊些，对，我有个墨镜。害羞的话题。我有个墨镜。我有什么什么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的话题？害羞的话题。你会害羞吗？聊别人的。一个恋爱，爱情运势。你一个恋爱都，你恋爱，你有恋爱经验吗？那咋的？我是理论高手。经常直播间有情感疑惑就来咨询我。咨询一个没有情感经验。咨询我要上一个火箭才能咨询呢，都。好，那我说了你罚我啥？我有墨镜。行，我戴个墨镜。你输了呢？你罚我啥呢？你输了的话，你就那个，你给我们唱首歌。唱啥歌？你听过你唱歌，你就随便唱一首。好的。你最近有拍戏吗？没有。哎，我们家大哥怎么走了？来我这了，他要来打你。估计是被我说的那个你家的特效给吓跑了。好，我闭麦，再来一把吧。好，现实中很难有那么多情绪，因为你可能经历了很多，比较成熟了吧。比较成熟了，已经可以对很多很多那个事情云淡风轻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松筹一下。好难哦，请勿宣传迷信或伪科学内容。提醒我了，谁举报我？真的是，谢谢丽姐，今天这么难，想转两个飞机还举报我，是人吗？你是人吗？你没有良心的吗？刚刚提醒我了，提示我。谢谢丽姐，感谢丽姐。小生哥睡觉了吗？他是不是又在挂机睡觉？谢谢五，感谢五，谢谢五。
我旁边没有墨镜哎，在房间里，众筹一下吧。谢谢哇塞，感谢哇塞。感谢墨镜。下一张人气卡，人太少了今天。还有30秒啊。我是不是被限流了、啊、今天还是太多天没有拍视频了，已经好像有一个月没有发视频了。谢谢勇士华玩具，感谢大家，今天都是众筹票吗？哇塞，感谢哇塞，谢谢哇塞。你开播不准时，太迟哦。谢谢哇塞，感谢吴，谢谢丽姐建筑有限公司，感谢丽姐独立团，谢谢勇士华，感谢明天，谢谢吴峰，感谢香菇无言，谢谢七天，感谢雨婷江南。Hello， 我给你唱一首老歌，你估计都没听过的，就你妈妈听的。好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我给你唱一个《梦一场》，你肯定没听过。嗯送给大家，你肯定听都没听过。我听过，哦，真的，嗯，听过，我也是听老歌。
这个歌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听的。你咋困了呢？你这没睡好？我？不是，我是需要提神。我走了。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这就不懂了吧？我是需要提神。谢谢五五。我手机呢？感谢五五，谢谢五五。五五，你。谢我，好久没看到老板锻炼了，不要，我要自己在家锻炼。今天不玩大头贴了，不玩。还没说，我今天会不会大家都开心？这怎么说呀？这怎么看呀？会的，有你的地方大家都会开心的。谢谢五五，感谢五五。你问我的那个夜晚。
什么就能那样简单，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相爱的人受伤。在最相思的深夜里，你是否一样也在清醒只会感伤。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。你到如何回我，他的笑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远去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笑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远去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为什么你总是半夜在？你是不是网管啊？那个网吧里做网管上夜班的？你是不是在网吧上夜班的？我就知道。我就知道明哥，为什么每次
老板钱都被你顺光了。你们那个网吧规模多大呀？整天上网能赚这么多吗？每天你收了钱就过来刷礼物。你们网吧规模这么大。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。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。谢谢泰勒，感谢泰勒。请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，世界怎么难还是遇见你，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。世界怎么难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。你要挂名我自己的烟花吗？你送这么多，谢谢明哥。烟花好像不能挂名。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谢谢明哥，感谢明哥。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。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。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 PK 不 PK 了，今天 PK 全靠众筹。谢谢明哥，感谢明哥的城堡。我这里假粉，你看一下我的送礼人数，你看一下我每天的送礼人数。在线三万加人数，送礼人数没我多。准备睡觉了。在哪里看？我可以查呀。你忘记了吗？要不要办业务，大哥？谢谢少年，感谢少年，谢谢吴，感谢少年，谢谢少年。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你们家主播厉害，你怎么挂着黄色灯牌啊？你赶紧让你家主播给你弄个红色灯牌行不行啊？看着出来真的是跑招丢人。你挂着一个红色灯黄色灯牌，你怎么好意思出来跑招的？你不加个团吗？加个团就有红色灯牌。
你挂一个黄色灯牌怎么好意思出来跑骚的？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化学伤害。嗨，真心哥，谢谢我。加个团吧，点击左上角加个团，加个团，加个团，灯牌就能拥有红色灯牌。你在哪个大学？我在英国的一所大学。你看他没话讲了吧？真的是一招致命，一招致命，看到没有？他灰溜溜的，沉默了。灯牌是给你们这么用的，知道吗？曾经是诺丁汉大学的，厉害。咱们有粉丝群没？有的，在微信群，粉丝团八姐找管理建微信群。我怎么又要盲盒了？你现在在哪里呀？北上广没有欢乐，没有那个惊喜盲盒，有欢乐盲盒。我不是。上面说的十二级灯牌进群，不是这个群，这个群是我之前发月饼的时候弄的。有人连我，不接了吧，不太想接，估计以为我有条件，其实没有。情深深雨蒙蒙，世界只在你眼中，相逢不忘为何匆匆，山山水水记忆万重，一曲高歌千行泪，心在回肠。还发月饼，之前发了月饼，之前灯牌十三级以上，还有观看十藏月十藏超过排名前五十的都有，还有直播间又抽了，直播间又抽了90份吧，好像90盒。他们都收到了都，早就吃完了吧，应该。都吃完了。情深深雨蒙蒙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谢谢我。刷火箭可以升到八级吗？这个跟刷礼物没有多大关系，主要是要送灯牌，天天来，天天看。一天是有限度的送礼物，送礼物只有一部分有用。问道，今天特别凉，问道，你知道吗？
每次在我特别凉的时候，总是你挺身而出。每次在我特别凉的时候，都是你挺身而出。今天奥迪哥怎么没有来啊？奥迪哥过来帮我一起，好稳当。你们帮我点点赞吧，我去完洗手间。今天没有点赞，帮我把点赞点到50万吧。我去下洗手间。一晚上没看到一个华子，是的，我今天还没有收到过华子。我今天都播了4个小时了，还没有收到华子，是不是很凉？今天太凉了。What's the trick? I wish I knew. 好问道去，没关系。是不是大哥集体商量好了，今天是考验一下我啊呀？我要去他洗手间，等我一下。最后是我一个人走过这片海，看着谁在对岸留下一句对白，听见爱或不爱，心都已不在，回头再也看不见有你的那片海。是谁在许愿瓶里写满了悲哀，是我捡起了悲哀换来了伤害，也许是我不该等你，是你不该回来，原本浪漫的邂逅变成了无奈。我们真的不会彼此拥抱转身。